机场捷运提供多元的票证服务，那么目前哦，它可以吃八张卡，那我们包括台北的悠游卡、高雄的一卡通，还有桃园的市民卡，那以及哦这个 Happy Cash 哦都可以使用。那因为每一个票证系统它们进来的时间不一样，所以 iCash 会等到12月才使用。那原则上哦，我们希望能够让所有的乘客更方便。那另外我们在3月2号通车的时候也会发行5000张的通车纪念卡，那它设计的非常的精致，非常具有收藏价值。那其中2000张这个网路来申购，那另外3000张现场排队。那希望我们3月2号的通车可以顺利。我们的这个通勤票哈、哦、打折方案是这样子，哦，一个月的通勤票打7折，2个月打6-5折，3个月的话是打6折，我想这个也很方便，所以优惠方案我们会适时提出。那至于说我们桃园的市民卡，我们有自己的优惠方案会另外公布。